大家好，我就是网络传说深山哥。昨天的时候，后院有很多的小伙伴突然问我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。大家看这张图片，他们说这个输入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经过了整整2天的时间，终于找到了这个输入法。可以说，世界上最先进的语音输入法就是这个输入法。它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好，我跟大家说一下。首先呢，它没有键盘，它是世界上最顶尖的人工智能，准确分辨率达到99.9%。我相信除了它以外，目前可能任何一个输入法都无法比拟的。而且的话，它还能够听得懂人说的话，也就是说你说话错了，要它删除，它就会自动的删除，而不用你的手动去删除。况且的话，你要退出的话，你跟他说一句话，他就会退出了。这个输入法叫什么呢？好，今天我就分享给大家。这个输入法就叫做讯飞输入法。你只要下载了讯飞输入法，就能够找到它。在讯飞输入法里面找到默德输入法，它就是默德输入法，只有一个喇叭大小的图片，而没有输入键盘。你要跟他说话，他就能够听得懂。你要退出，你只要跟他说默德再见，好，他就会自动的退出，是不是很好呢？要是小伙伴喜欢，赶紧去下载吧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可别忘了点击关注我哦。